OK， 好，这边水 OK， 好，就整个拿起来，放到我们的那个承载的篮子里面。好 ，OK， 这时候把手套脱掉。那手套脱掉，记得内圈，对，没错，哎，脱去，然后卷在里面，外圈卷在里面，这样的话减少我们手接触。那事实上这个是保护自己，那有些时候在微生物更多是保护微生物，我们不要污染它。来，放进去。好，好，把舱门关起来，我们747即将起飞。好。左手顶住，然后左手顶住，右手开始转，随意转这样。好 ，OK， 然后两只手，那这手左手放开两，好 ，OK， 这样就好。好，来，接下来呢，这边检查过了，然后设定温度121°C， 这边没有问题，121，然后现在是从零起掉，没问题，不然刚才其实开了就会爆嘛。来，这边开始打开，好 ，OK， 那接下来等一下我们就开始来进行这一块。好，哎，要不要跟镜头比一下？好。